说起飞轮海，大家肯定都知道，这可是不少小伙伴们的童年回忆呀。前不久在某品牌的活动上，汪东城和陈亦如罕见合体，真不愧是好兄弟呀。两个人一见面就开始热热闹闹的开起玩笑来，气氛是相当有爱啦。毕竟我是陈亦如的忠实粉丝啦，那一直看他从大东不终极啊，就一直关注他，就是在每一集的演出。但虽然 Kerman 很可惜，就是你在我一半就把那个中间一般老大的位置交接给我是老师啊，哦，做一般老师，我就为了要去寻找汪大东，我就先离开中极一班舞了。对，我们就相约在劲霸的秀场，我们就相约在劲霸，在这里找到。对。看到两个人还像当年的大男孩一样，真的是勾起了不少网友开始怀旧的念头。真希望以后能多在影视作品。现场分享了这个寿星遇到的趣事。今天是我这个我的新一岁的第一天啊，这是今天是我的生日，特别的巧。然后呢，昨天从马来西亚赶回中国的时候，我坐了马航啊，然后非常幸运的，我那个马航延误了15个小时，对，然后结束了我去年的最后一天。翟天临也表示，过了生日，在新的一年里也会给观众带来新的作品。不少通过《演员的诞生》了解到他的小伙伴们可是有眼福啦，就一起期待一下会有什么好作品在今年诞生吧。一人制造，上海报道。